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这是哪位大哥拿了双份奖励？真的是谢谢您了，让我们也沾了光，奖励可太香了，125个勋章和60个围巾，祝你天天爆枪口，打联盟必出金。你的围巾又可以抽一发了，赶紧去抽，看看能不能出好东西啊！这次肯定出纸，我已经连续3次了，要再不出纸那就说不过去了。480个刚好是抽一发。玩我呀，这次全是基础元件，至少也得给个高级吧。这奖励已经很不错了，这么多基础元件够升级了。有什么用，乱仗砸满级了，我要的是高级元件。火鸡战甲已经钻研到了42级，是时候给自己买一件新护甲了。切，我差点信了，还不是高校耐久打光了。咱们平民买装备其实不用太好，特别是护甲够用就行了。这件四星少2防，误导也有点低，属性是真的拉胯，但价格便宜。大哥，你不会是要买这件吧？为什么不买？才20磅金条，反正打本够用就行了。没必要对自己这么狠吧？偶尔奢侈一把，对自己好点。你是不当家不知道辛苦，这金条可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穿上之后，我的护甲提升了一大截，直接就突破了200的大关。你这护甲都比表弟要高了，他到现在还在每天坚持抽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坚持。他是我就退游了。那个大冤种肯定抽不到，估计小陈还得卡他1个月。谁让他充那么多，不坑他坑谁？有了新护甲，自然就得膨胀起来。咱们直接扛住2个 boss。果然是坦克加了很多，一枪才只有20。上次你穿猎鹰，把你都是40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我是谁，我可是突破200点护甲大关了。这武士也不行了，一刀200都没到，都没我的凝固剂加得多。只要我耐久够，扛住3天都没问题。我去，这么狠！我上 PT 了，让你过吧，刀包腰吧。这火完全就是给我挠痒，有个凝固剂立马就回上来了。这么厉害！要不去单刷联盟行动？这个还是算了，我还想活久一点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